真假？哦，骂音，那听说黑最黑的，他是反指标啊！他拱谁当冠军，谁就不出名；他把谁消掉，谁后来就很厉害。不用吧？什么不用？玩的跟屎一样的。正好靠近，从右边试过来好了。起码玩四嘛。等一下，我们讲啊。他被逼得他没地方躲了，死了更丢脸。应该是涉及命中吧。哇啦，还在抢金币，我操！服了，服了，就保命。留两个给你。没考呀？你不去吃屁啊？那边吃金屁，我就服了。
不行不行，哎哎哎哎，哎呀靠！闪一下的时候吃金币，想吃个两千，还可以分心搞这个。那不会不会，好危险！怎么可能？我这一发一个屁的威力，怎么可能打我？射空了。
哎，什么东西？嗯，我爆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啊，好了，快啊！没关系，我看你也是嘛。不要！哇、哦！怎么一个坦克打那么多下？我已经按了你那个救护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问我吧。接连出杯啊！你又没了，哎，我怎么搞不好觉得我是过关呢？哈哈，这你妈不讲武德，他一开始就跪拜鞠躬，臭不要脸！好烂的分数，11万。没有。我知道死过，对，他跟上一代是死过，分数继续 continue， 你只要不要把它结束后再重新 start 的话，你又是新的，你不要新的，然后最后一架也不错、啊，是不是有一种什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 可以跳出一架新飞机啊？不是，应该是你如果用 random 的时候会有一个机会。这个机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那个。妈的，又是两个都是紫色。我觉得这好像是你看到的两个机。等一下，你要这一台是不是？我换一条，不要跟你一样都是紫色的，会影响我躲子弹的判断。快点，你新的吗？好样的！我紫的，你是什么？绿的，好，很好。靠，细的像小便一样。不怕死的，两个都一样。
我操，吃两千！哎，他妈的！我受不了了，你他妈！太严重了！啊？为什么？感觉跑上来，然后追上来。你的吗？你的。我的？我的是追的。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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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给跑了！你看这把啊，四哥，真的妈的！你看这个，他真的打完了，他打不到东西了。哎呀妈的，这今天可以躲了，操！这边再打个飞机。哎，
国籍到那么红了，不知道威力怎么样。你知道三除二。操，一千分。干，好浪费哦。各方面几乎都没有打到东西。我的哟，我操！四百一分，你干脆404拿它放着好了。哎呦，好危险！谁？怎么会是我？我怀疑你屁股把我挤开出掩体。我不想叫后援了。为什么这个流会不好？我再缓一下，放神了。耶！没有人跟我抢。我靠！这速度谁躲得了？